知道，我其实是猫系，猫科，我是只小老虎。因为我们都是中餐厅嘛，所以肯定是只会是中餐嘛。因为法餐那边到处都是，而且他们也肯定觉得我们做的不正宗啊什么的。但中餐肯定就比较正宗。去山里逛一圈，都可以，因为我出去工作都是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忙嘛，玩的时间都很少，我觉得就每个地方都有每个地方玩的东西嘛。平常累的时候就最重要的就是休息啊，就是只要睡一觉，我的精神就会好特别特别多。我看到含羞草的时候，镜子应该蛮累的。现在已经有驾照了，注意防晒，别被晒黑了。还在筹备。各种风格的歌都会有，但是一定都是我喜欢的歌。抓口水，就是想睡觉的意思。